有一种感恩更加的发现，这是在我们台东的这个美术馆，其实留下来的是真正要回净土的感恩。太美了，这个世界呢真的有阿弥陀佛就是不一样，也希望那个小沙弥要成就的话呢就快速哈，请阿爸父真正来帮他。真的哦，读世间书哈，你真的胜不了，回家会比较快，真的回西方去，下一次你们再来做转轮圣王才真的有机会了，好不好？对，所以呢，若一日若二日哈，不能绕跑的，那你才绕跑，都说叫我们做。